看到球稍微有进去，张镇远就在触棒啊。没错，而且他面对左打被打进去4-03，李宗贤，哇、，nice play。你看到李宗贤哦，这几天义大比赛，不管是对统一、对兄弟，很多的这个内滚地球处理起来都相当的稳定。目前在整个三垒方区确实表现算是蛮够水准的。有一个靠边线的球过去以后，反手顺势一个滑接，比较有助于他后续起来的动作。那当然，这一球完慢的过来，其实林奕权也掌握的相当好。